好，各位小朋友，大家早安。早安，早安，午安。好，午安了哈。我听你们的声音好像很累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游泳回来，好，我们就尽量了，好不好？哈，尽量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做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哈。今天我们要上的主题啊，叫做同理心地图。好，那我们之前呢、啊，已经在这个科技农乡探究了一阵子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也画过了什么地图？感受地图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你们桌面上啊，这个便利贴，就是当初啊，我们去画这个感受地图里面的时候，你们记录到的这个农乡的问题哈。那我们今天要利用啊，上次探究的一个结果，来做一个同理心的地图哈。好，农乡哦，出了什么问题？破掉，破掉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，然后。他之前是长得很可爱，对不对？这有没有你们班的同学？没有，都没有哈。哦，都是一些算是弟弟妹妹还是姐姐？弟弟妹妹哈。好，那这些人呢、啊，他就是未来啊，要在这个农乡种菜的你们的学弟妹哈。所以啊，主任在桌上有放了一个小农夫，看到了吗？好，待会啊，我们在做同理心地图的时候。这个小农夫啊，代表的就是这些啊，未来想在我们农乡种菜的什么可爱的弟弟哦，学弟妹、弟弟妹妹哈、哦，可爱的学弟妹，我们要帮他哦，我们要帮他去啊、把这个农乡恢复成什么可以种菜的样子哦。但是在恢复之前，我们要更了解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哦。所以说今天的挑战。就是我们的科技农乡啊，经过了风吹日晒，它产生了好多的问题哦。这个是被什么吃掉？白蚁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我看你们的记录上面有人有记录哈、哦。那这个科技小农哈、哦，可爱的学弟妹要在科技农乡种菜，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哦，找出他们的问题和需求哦。所以待会啊，我们要做的地图是同理心地图，先做一个小组的编组哈、哦。来，座位的这位同学是一号，举手啊，举手一号啊，你是一号，举手，好、哦啊，你一号，好、啊，一号，好，好，来，下去的第二位是二号，二号举手，二号，好，好，来，顺过来这位是三号，三号举手，好 ，OK， 那再过来的这个角落是四号，四号请举手，同学，那、我呢？哦，那你就当三号和四号，好不好？你最喜欢发表，对不对？你有两次机会哈、哦，好，手放下，好，再一次哦，一号，各组的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好，四号，好，都知道了哈、哦，好，那接下来啊，请各组现在啊，想一下你们的小农夫，帮他取一个名字。李鹏。那么快哦？对。叫什么？李鹏。为什么要李鹏？有一个原则，不要取同学的名字，好不好？主任听到会对他有一些。好好先生，对，好先生，好，你们叫好好先生是不是？好，那你们的呢？好好先生，你们的小农夫要叫什么？好好先生，爸爸，叫爸爸，你要叫爸爸。好，想一下，他叫什么？杰哥，你要帮他们想是哈？那他就是杰哥哈，杰哥哈。啊，我每组问一下哈，你们叫什么？阿伟哈，阿伟哈，那、你们的这个叫什么？小拖油瓶。小拖油瓶，小拖油瓶，小拖油瓶，这个名字有五个字，是外国人吗？是外国人吗？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来看前面，好看前面，好，那待会啊，这个小农夫有一个名字哦，就是他代表的是我们未来啊，要在这个农乡种菜的学弟或是学妹哈、哦。那我们待会啊，练习的发表哈、哦，主任会有三个阶段。第一个就会说，请你思考，思考的时间就是我们自己写便利贴的时间，自己写便利贴的时候，所以请思考的时候可不可以贴便利贴？不行，可不可以就是啊说哦我觉得要怎样，我觉得要怎样，先不要哈、哦，思考就自己写。那第二个啊，请发表的时候，主任会说请一号发表，这时候各组的一号就可以拿起你写的便利贴。向组内的小朋友讲解你写的内容，哦，那其他的同学啊，可以给他回馈，哦，所以我们待会每次发表会有几轮？四轮，对不对？一号发表完换谁？二号。
二号，二号发表完换谁？三号，三号发表完换谁？四号。哎、欸，可是有一组同学有一个问题耶，那一组同学会怎么样？没有问题啊，他就三号、三号。哦，他三号、四号都是他，所以你赚到了哈，你可以发表两次哈。好，那我们的任务要开始了哈。任务一啊，在我们的同理心地图的这边，来，这两个字是什么？看见哈，也就是我们的小农夫啊，会在这个科技农乡看见什么？哦，那第一个任务很简单啊，因为我们手上已经有什么？小农夫，有便利贴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啊，你们自己也可能是这个小农夫，你们也去过，也有在这边种过菜的举手，有吗？你们班应该有一些哈，手放下。所以很特别的是，你们自己也可能是这个农乡的使用者。哦，但是啊，如果你没有用过，你要想我们的学弟妹如果要这边种菜的话，他会在我们的农乡看见什么？哦，那其实你们之前已经写好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我们待会啊，就是个人啊发表的时候，你就直接用我们上次探究的结果来做发表哈。譬如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吴以轩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吴以轩要发表的话，他要拿着这个哈，因为他要代表小农夫，对不对？他要拿着哦。哦，我是小农夫，我看见。这是什么？管子破裂。管子破裂哈，我看见管子破裂。然后讲完以后，把这个便利贴怎么样？撕下来贴在哪里？看见的地方。你们好聪明哦哈。所以我们会轮流发表哈。那他发表完以后，如果同学有想法好，你也可以问他，或是不清楚的地方，这样懂吗？我们会轮流发表，所以会发表几轮？四轮哈。好，来。再练习一次哦。哦，我会拿着这个小农夫。哦，我是小农夫哦。我在农乡看见了什么，然后把便利贴贴上去，可以吗？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好，那现在请一号同学开始发表。好。好。好。一号，好，拿着，好，来，好，开始发表。我喜好好先生。好，很好哦。他说我喜好好先生哦，要讲名字。我在农乡看到了什么哈，然后贴上去。好，你也开始，开始，开始，来来来，睡着了，没关系，好，开始，好，好，好，讲完就贴上去，讲完贴上去，你先讲，好，一号，好，好，可以了，一号是谁？它破掉了，好，一号，好，这前面，好，要贴在哪里？贴在看见的地方，好，好，姓名，哎，对，好好先生，你要说我在农乡看见了什么？好，可以吗？一号是谁？好，开始来哈，好，拿着这个。名字放哪里？好，先拿着这个，对，名字先不用贴哈。我在农乡看见了什么，然后放进看见的地方，名字可以撕下来，对。花开了哈，要大声一点哦，发表的时候要大声一点哈。好，继续。好，一号如果发表完了，换二号，二号发表，继续发表。好，和声说话，你发表，对。二号，好，拿起来，然后你要拿着这个，对，好，好。好，我是好好先生，我看到破破的。好，破破的哈，好。那哪里破破的？你们要问他一下哪里破破的。木头破破的，好，很好。还有看到了土太少。好好，土太少 ，OK。我又看到了木头被吃。很好。然后看到了木头掉了。木头掉了哈，好。你们发表到几号了？好啊。好好好 ，OK。好，可以讲一下。我看空空的。哦，空空的哈，好。好，看见。好，讲完了，稍待一下，别组还在讲。好，对，这样贴。好，继续。好，第三个。好。画谁啊？算了，就不贴了。画谁？他还没有讲完，对，等一下。看多了。看多了哈。你发现了这么多问题哦，哦。那个土太少了，土太少了哈，好，贴上去。阿文，四号你发表了吗？好好听，我要拿。三号发表完了吗？可以，好，三号。好，我是小太阳亭，我发现龙虾坏了，沙加水器坏了。对，好，讲完就贴上去。那其他的同学你们要听一下哦，听他发表哈，好。你有发表吗？他没有便利贴哦，好，那你看一下哦，这个
管子破掉，你可以问他们问题哈、哦。来，这是谁写的？这是谁写的？好、哦，你可以问他说管子破掉了是哪里破掉？我问他一下。可以吗？还是你直接跟他讲？好，那还没有发表完的举手，各组都发表完哈，还有一组哈，好好继续。好，大声一点说，我是小什么？我是小拖油瓶。看见木板破掉了。啊，木板破掉，要贴上去，要撕下来贴。讲一个，讲一个贴一个哈，讲一个贴一个，大家练习这个方法。讲一个贴一个哈，好，再来嘞。哎，我还有。好，你还有。你也还有，还没有讲完吗？好，继续讲啊，赶快把它讲完。你也还有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轮流把它讲完。来，你先。还是我先。对。把小拖油瓶给他。我是小拖油瓶，然后嘞。我是小拖油瓶。线破了。好，线破了，贴上去。这有名吗？我写。好，换他。好，我们再发表一轮，就换下一个哈。我是小拖油瓶，太阳能板歪了，土干掉了。好，太阳能板歪了，土干掉了，还有嘞？好，再来，换你。嗯，哎，我还有。还有一个，好，那再讲。嗯，还有杂草。嗯，好。然后就摸了。对，我把小拖油瓶交给你。我要继承小拖油瓶。好，我是小拖油瓶，然后嘞？小拖油瓶，看见你要。有垃圾，有垃圾哈，还有嘞，还有蚂蚁，还有蚂蚁。这个也有。你要讲一下，就是拿起来，然后跟大家说这里有什么。太阳能的地土破了。有杂草，有蚂蚁哈。好 ，OK， 那这地方啊，感谢各位小朋友，你们都。看到了一些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些问题啊，虽然是你们看到的，但是相信啊，这个你们的学弟妹如果跟你们一样有机会去这边做一个探究的话，他们也会看到你们看到的问题哦。所以主任觉得你们发现的问题很棒，而且很多哦。那第二个任务来了哦，我们的任务会越来越难哦。哦，所以小朋友，你们要有信心。好，可以帮这个小农夫完成今天的同理心地图。好，第二个任务啊，是小农夫经过了这个农乡，他在这边种东西，对不对？他会听到什么？他会听到同学讲什么？好，譬如说我们的农乡已经破掉了嘛，然后太阳能板也歪斜了，然后土也没了。那你觉得啊，这个小农夫他想要在这边种菜的时候，别的同学看见这个情况会讲什么？好，譬如说主任讲一个哦。你的菜一定种不起来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的农箱已经坏掉了嘛，或者说，哎，你要不要去找人帮忙哈？哦，所以啊，第二个主任要请各位小朋友写的是，拿起你的彩色笔，好、哦，每个人至少写一张，就是我们的小农夫在农箱，他会听到同学说什么？每个人至少写一张便利贴。不要听到同学声音，可以听到别的声音。我好帅啊！如果听到别的声音的哦，我好帅是不是？你是说那个小农夫很帅是不是？对。那他帅跟这个农乡有没有关系？没有，没有哈。为什么有关系？他带来名誉，然后他就有更多钱，然后可以种农乡。那你可以这样写，你说他，我听到你很帅，然后你发表的时候你要说，哦，为什么会我想写这个？因为我很帅，所以会有更多人关注这个农乡。那这个农乡后续就什么？会有更多人来帮忙，这个可以，好，因为它是有关系的，只要你能解释就可以。好，请思考，好，每个人至少写一张，对，每个人至少写一张，我待会再发表，对，写在便利贴上，好，这边有彩色笔，好，如果组内啊有比较不会的小朋友，可以帮他忙一下哈，好，写一张，至少写一张，有在写吗？啊，有在写吗？不知道怎么写。你觉得小农夫，小农夫在农乡他会听到什么？就是同学会讲什么？哦，好，那是你的，没关系，我们分一半。你没有彩色笔吗？好，一个人拿一支，对，一个人拿一支。我有发言。对，我们现在是讲说，
小农夫啊，我们刚才在这边他看到那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他会听到同学说什么话，跟他说什么？对，想想看，好，没关系。如果真的想不到，你的组员写完了也可以去帮他忙哈。浪费浪。不会写的字可以先写注音，没有关系，好。好，小组挑战哦，我们还有十秒钟，我们看哪一组最先完成的，全部请举手哦。好，你们完成了哦，是哦，你完成了吗？我不知道写什么。有，我写了。没关系，想想看，思考一下，现在是思考的时间，去找人帮忙很好，去找人帮忙，好，或是听到同学笑，他也可能啊，哇，你的龙箱那么破烂，你一定种不起来，所以他听到笑声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。那有没有可能听到哭声？哦，比如说我听到龙箱在哭，哎，这个就有点离奇了哈。龙箱不会哭，对不对哈？哦，或是我听到刚才你们说很多虫嘛，虫的叫声也可以。好，如果写完的同学，我们现在从二号开始发表，好不好？二号，好，二号第一个发表，发表完我们就写好了就可以发表。好，组内先发表。二号写了吗？我还在想。你还在想？好，那没关系，继续想。那我们改变一下，先写完的同学可以先发表。好，好，好，发表一下。然后一样哦，发表的时候要说，我是什么小小拖油瓶，我在农乡听到了什么。我们这边是小拖油瓶，是小小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多了一个字，小拖油瓶哈。我是小拖油瓶，我在农乡听到了什么？好，来，大声一点。好，我先啊。好，你先。我是小拖油瓶，你还是别种了，不然这些种子就浪费了。哦，好，很好，哇，这个。听到应该会蛮难过的哈，好，很好，来换你，好，好，四十。我是小拖油瓶，要常来浇水。哦，要常来浇水，因为土太干了哈，好，非常好，哦，好来，下一位，我，啊，佩珍好了。我小心点。好，佩林，哦，佩林，我叫错名字，哦，佩林 ，sorry。啊，我是小拖油瓶，我听到什么？我听到他们在伤心难过。他们在伤心难过是好，那。请你把它贴上去，你用画的是不是？用画的也可以，哦。我可以再写吗？你们真的可以啊，你可以再发表啊，来。你给我。你想到什么？我是小拖油瓶，我听到你已经中不了。你已经中不了，好，有可能哦，哈、哦。你们有发表了吗？有啊。好。老师他就会说这个会送我们。老师那我可以发表。好，可以发表，来。哎、欸，不用等主任哦，你们组内现在就可以自己发表了哈、哦，来。我喜好好先生，好好先生好帅，因为他会给他带来名誉，在农场会增加。好，很好，长得帅也是对不对？如果今天是金城武来这个种农箱的话，或许这个很多粉丝就来帮忙哈。啊，继续，好来。很多钱的。好来，小心哦哈。哈哈声。哦，同学的哈哈声哦，有可能哦，嘲笑对不对？好。还有哈。听到同学说积木虫好可爱哦，积木虫好可爱，因为农乡真的有积木虫哈。啊，还有什么吗？还没有，拿到娃娃。哦，还没拿到娃娃，哎、欸，这同学不错哦，非常重视这个流程哈、哦。好，来继续。我很喜欢娃娃。我是好好先生，我看到有人说去找人帮忙。去找人帮忙，非常好。还有，我是好好先生，叫那个听到别人说菜种不起来。哦，菜种不起来，好、哦、好。好，种不了东西，好，好，很好、哦，这两组 OK 吗？好，你不会哦，没关系，听到爸爸、哦，为什么？你可以解释一下吗？你在农乡为什么？这个小农夫在农乡为什么会听到爸爸？他想到爸爸。他想他爸爸，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好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先把它列入考虑，好不好？也有可能哈。他就想，你说他种小男孩就想到他爸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爸爸是种菜的吗？对，有可能吧。可是我们是听到呢，听到谁在叫他爸爸？他爸。好，好，你发表了吗？我发表。好，发表。好，那你讲一下。你想不到。好。好，再发表可以。好，跟校长申请比较快哈。好，可以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想不到，欸，至少有两位同学有说出他的想法，没有关系。那如果有再想到，可以再补充，没有关系。好，这一组的小朋友有发表了吗？举
绝望了哦，没关系。好，没有人发表，那我们来想一下哈、哦。来，这个哎、欸，有人在写啦，我看到那个，很写好，来发表一下。好、哦，你要说我是谁？他叫什么名字？我忘记了。他叫什么？阿伟是不是？是阿伟吗？杰哥。杰哥哦，杰哥好，来，我是杰哥，然后呢？他是杰哥啊哈。哦，杰哥说这里真的能种菜吗？哦，有同学可能会问他说，杰哥这里真的能种菜吗？很好，我觉得你写很好。来，再来。杰哥怎么样？种小麦。种小麦叫你要写上啊。哦，如果不会写用画的也可以。小麦会不会画？我会画小麦。哦，用画的也可以哦。哦，你要写啊。好、哦，写。还是谁可以帮他画？不行。哦。种小麦就好哈，好好可以可以。好，那精灵是说什么？哎，精灵有写了哈，杰哥讲，精灵讲没关系，大声一点。哦，杰哥说这里能种蔬菜植物吗？哈，搞不好没办法哦。哈，好，很好。好，来，那你有想到什么吗？他现在是等到快。没关系，他要画，用画或用写都可以哈。你有就继续发表，没有关系。我知道了。哦，你知道了，好，来来来。去创造新的农乡。去创造新农乡，好，写上去，写上去，很好。我不会写，只能用画的。画的可以，来。你要写，你要讲什么？没关系。我们等他一下哦，他有想法喽。不会写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用画的。哦，你只要想象说我们的杰哥啊，在农乡会听到什么都可以。哦。拿走了。如果你要想新的也可以哦，哈。如果你说，哎、欸，我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到新的，哎、欸，我还想再写，可以哦，哈。OK 吗？我们等一下哈。好，不要紧张哈，不要紧张，可以吗？你有想到还是你跟主任讲也可以。啊？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好，没关系，慢慢想哈。小朋友，你们有时候想不到，然后说，哎、欸，我讨论到下一个环节了，我又想到怎么办？你可以写出来，没有关系哈。这个我们这个随时想到随时贴都可以哈。好，哎、欸，这个是谁的农夫啊？忘记了。哦，杰哥，哦，拍手拍手，我把杰哥拿走了哈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任务哈。下一个任务我们已经知道了。老师，我知道了，好好先。好，讲一下，讲一下。猛男山，你过来，好，你讲一下，你想到了什么？可以在农乡旁边抽烟。可以在农乡旁边抽烟。不能。哦，不能，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会枯掉。哦，好，他说。不能在农乡旁边抽烟哦，因为植物会枯掉。很好，哦，哦，你看，慢慢想，一定想得出来嘛，哈、哦，所以没关系。好，来，大家看前面，我们的任务三要来喽，越来越难了。我们刚才是看到，还有听到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小农夫他会想什么？哦，我想要干嘛？哎，我的农乡已经有破烂了啦，人家笑我说种不了菜。哦，还有不能在旁边抽烟，很好，反烟哈。还有说这个，哦，杰哥还说这里真的能种菜，怀疑我对不对？那我想要请小朋友，我想要请小朋友继续想的是，那这个小农夫他听到了这些话，也看见了这些现象，他脑中会想什么？譬如说，我想要制造一个新的农乡，譬如说我想要请人来帮助我，哦，好不好？一样，请思考，每个人至少写一张，写完以后就可以直接发表。哦，好，好，写好了，好，写好了，直接发表，很好。我把杰哥还给他，这杰哥的已经长胡子又戴眼镜了，哈，好好好，好，讲讲看，穿秋裤的男人。好，我是好好先生，写什么？我想要帮忙。你想要帮忙什么？帮忙修啊。好，帮忙修，好好，帮忙去。换一个农乡 ，OK， 写上去，然后。那你就要
画的。对对。你想到什么？对。我现在是什么？第二个是一个。对。然后等一下就是电脑。要看一下的话，好，最美鸟老师，好 ，OK， 好，来发表。我的小拖油瓶呢？啊？哎，杰哥在哪里？在你早上。好，好，想一下，等一下，慢慢想。好，先发表，可以。我是小拖油瓶，我想要最好的肥料。最好的肥料，好 ，OK， 很好。来，好，继续。发表吗？这是。我是小拖油瓶，我想要研发的最好的。最好的什么哈？没关系，他想要研发一个最好的什么某一个东西，没关系。最好的肥料。最好的肥料哈，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还有没有人要发表？我要说简单一点，就是坤。帮我写吧。肥料，不会写可以用画的哈。然后再加一个。不过肥料好像用写的比较快，用画的更难。还有什么？我快用完了。好，快用完了哦。主任最喜欢看到你们把便利贴用完，来。你用完送你一本新的哈，我还有四张，还有四张哈，用完了再拿哈，好，来这组有发表了吗？有，好，发表一下，好来，我想帮好好先生修太阳能板。哦，我想帮好好先生修太阳能板，可以，我想帮好好先生修太阳能板，哦，可以重复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重复的话，代表你跟同学的想法有一致，就把便，对，就把便利贴哈这样子来，主任教你们哦，如果有重复的便利贴。我们可以把它贴在一起哈，好，好，来继续。好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你有什么想法？来，请说。他想找爸爸种菜。他想找他爸爸来帮忙种菜，可以。我们去找外面的人来帮我们是很好的，非常好。好，继续。你们有想到就贴哈，有想。礼物存。你想一个很好，你可以再想多几个哈，越多越好，哦，越多越好。好，来，你们想到什么？好像叫我写。好，你想到 ，OK， 来，杰哥，来，杰哥想到什么？请说。跟大家说，杰哥想到什么？去改善问题。杰哥想到去改善这个问题，哈，好。杰哥的好朋友，你有想到什么吗？他想到杰哥说去改善这个问题，你有想到什么吗？没有想到，好，没有关系，慢慢想。好，我们要看这两位小朋友，金玲，金玲先讲一下好了。你有想到什么吗？这个收起来。金玲在看书，没有在写。好，收起来。金玲说书比较好看。他想到什么？他想到什么？想到把这农。他看到这个农箱木头破了，然后又听到人家说这里可以种蔬菜吗？那请问一下，他会想什么？他脑子在想什么？老师，我可不可以写把这农箱给？好，可以啊，你再写啊，你可以写两个啊。哦，你要破坏这个农箱是不是？是。你会想到什么？杰哥会想到什么？你先把那木头修好。好，写上去，把木头修好哈。啊，经理有说杰哥可能会想要把木头修好。哦。来，杰哥来找你了。你觉得杰哥会想什么？他看到了农箱破破的嘛，哈，他也听到了这里好破好旧，不能种菜。那杰哥会想什么？叫我修。杰哥说叫我自己修是好，写上去啊，叫我自己修可以啊，自己修，自己修也是一个方法哈，好。OK， 你们都发表完了吗？嗯 ，OK 了哈。还有哈，哇，这一组太强了啦，哦。我哦，会不会有怪怪虫子？我决定要那个。说你还想借到课后送你们每个人一本便利贴哦。不要便利贴。那你要什么？便利贴是噩梦。太多便利贴，好可怕。好，你们也想到很多哈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有钱就能买新的龙虾。哦，有钱就能买新的东西哦。龙虾。非常的有建设性，好好。好，有一个同学，因为他一直都没有机会发表哈，我想问他一下，你有没有觉得他会想什么？你不用害怕，你有没有觉得他会想什么？还好，他会想什么？你觉得？如果你是杰哥啊，你会想什么？什么？
如果你是杰哥，你会想什么？好，没关系，慢慢想，不要有压力哈。好，来，我们已经完成了三个任务了哈。我们从看见到听见，接下来啊，你们扮演的小农夫还想到了很多的想法，包含了找别人来修，自己修，好，或者是什么？把农箱砸了，把农箱砸了，换新的哈，有可能哦，想法真的有可能哦。哦，来，还有什么？我想要帮大家哦，发传单哦，用传单去找人家来修农箱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法。接下来啊，哦，我们要做第四个任务。你觉得小农夫会发出什么样的求救信号？他会想讲什么？经过了，哎，对，经过他看到这个农箱，他听见了同学说的话，他脑中有一些想法。那你觉得他会想要说什么？救命！救命！好，可以。然后你就写救命，然后跟你的组别分享一下为什么哈？好，为什么？好好。这次一样，谁先写完谁先发表，每个人至少一张。SOS 这张，你不是要我写反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，这是 SOS。问号干嘛？老师他有。好，要想。问号就不知道。可以，他写这个可以，但是他要解释什么是 SOS。救救！救救我哈！他可能会说想救救我哦，很好哦，有可能。你要不要改一下？他说 S 写错了，谁？你再改一下好了。S O S。好，你教他一下，他帮你写了好不好 ？S O S 哦。好，每个人至少要发表一个哦。好，好，来。换新的。哦，好。农箱修路了。对，好，我们现在要讲到的是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哦，一样。我是小拖油瓶，我想说什么？好，好，谁要先？好，可以哈。好，谁可以来帮我？我就给他五百万。五百万，那我要来帮你。那我就给他。我每个主任先报名哈，来帮忙有五百万哈，主任先报名。不行，都是财富自由。好 ，OK， 想一下哈，想一下，一样发表一下。好，这一组来有没有想到什么？如果你们是 SOS，OK， 都 SOS。995，那这个内容是什么？你要讲一下。但是哎，我要发出 SOS， 内容是什么？哇。好累哦！救救我哈！救救我！我想到了，好，那你写推上去。有写了吗？农夫每天的奖励就是三秒两滴。救救我！还有米 ，OK。如果我们写救救我，要说救我什么内容哦？哈，救我什么内容？比如说。帮我重新设计农箱，帮我修农箱，帮我装土，帮我抓虫。哦，好。好。谁来帮我就给他2000元。2000元是，好，是蛮合理。那我们很多，那千万是给我，我没钱，没钱，磕头。我是小拖油瓶，我没钱。我没钱哈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就帮你2000元。对对。哦，你去帮他，你就2000元，然后你就可以修农箱了。啊，对啊。哦，我是小偷，要帮一堆。你还真聪明哈。我给他100块。哦，谁能帮我，我就给他100块。哦，你们这一组都是有钱人哈，还不错。主任先报名哈。好，你们有没有？帮我，我就给他10万块。你涨价了，10万块是不是？10万块。好，涨价了。好，来你讲一下。新的一年，新的学校，新的农箱。新的学校是说你要转学的意思吗？不是哦，不是啊。我说新的一年，新的学校，学校修改，所以新的学校。哦，新的一年有新的学校修改，有新的农箱，很好，哦，很好。老师也要发表。好好，谁？110。哎，说你是小拖油瓶。我是小拖油瓶，他怎么快救我？好，快来救我，好好。OK。快来救我。好。我可以解包围你身边的。我们这里今天好几张。好，这边推好几张了，哇，都是 SOS。哎，这组有没有还没有发表过？你有讲吗？你有讲吗？他没有。那你要不要写？你就写一下哦。好，你贴五张了哈。你们有讲吗？贴出来有讲吗？想多了。想多了哈。那个，你这个不要这样子玩。拿下。老师，你看这还有英文版。好 ，Can you help me？ 哦，双语哦。哦，好，很好。你有想到什么？你有想到什么吗？
他会说什么？你觉得小农夫会说什么？想不到，真的想不到。拿新的啊？啊？好，没关系，那你就画图好不好？你画，你觉得他会想什么？用画的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跟我要请妈妈。好，爸爸，爸爸怎么样？爸爸说有钱就有学校，有学校就有农乡，有农乡就有钱，拉一只重复就行了。再说一次，你再说一次。爸爸说什么？爸爸说有钱就有学校，学校就有钱，然后呢有新的农乡，然后我现在耳聋。好，我觉得还有点道理哦，他有他的因果关系哦，还蛮有道理的哦。好，好，你要发表，来讲一下，好来。现在招募员工一天2000元。OK。好。我觉得大家的钱，那我反问一下这位同学好了，你要出多少钱来请人家修农箱？写一个价钱好了，因为他今天没有发表的机会，写一个价钱好不好？好，写一个价钱，他同意哦，他同意哦，哈，说一个价钱，多少钱修农箱？主任帮你讲没关系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老师已经有人写到这里了。好。还有人已经飘。哦，有人已经超进度了哈，没关系。好，我们的第六个任务啊会。第五个呢任务啊会比较难一点点哈，因为我们刚才一直都是在个人的发表还有回馈，现在我要你们去讨论哦，哈，整组的人要讨论哦，哈，我们的小农夫他最不喜欢这个农箱，他最害怕这个农箱的地方是什么？只有一个，因为是最哦，哦，你们提出了很多嘛，看到了好多，想到了好多，然后也说了很多话。那你觉得啊，这个小农夫他最不喜欢的龙虾哪边？哈，只能贴什么一张？哦，所以你们小组内可能要讨论一下。可以贴好几张，然后手写。来，有小朋友讲得很好，贴一张主任太难了。我贴好几张来投票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好，所以说主任改变一下说法，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可以贴好几张，贴完以后再来投票，哪一个是小农夫最不喜欢的地方？好，开始。好，开始。只有一张就 OK， 但是我发现这两位同学好像比较没有。没有，这两位同学有在写。有在写哈，好好。哦，是你写的是不是？我看一下哦。救命也是他写的。他最不喜欢有人破坏农箱，你们同意吗？同意。你们都同意吗？好，那你先等一下。你真厉害。好。很多，很少土。好，你们觉得最不喜欢的地方是什么地方？有蚂蚁哦，你现在在画蚂蚁吗？哎，怎么跟我们一样？哦，好，贴上去啊，贴上去啊。简单会找到，写不成就。哎，我写了，也写不成，那边都有蚂蚁。蚂蚁，好好。蚂蚁，好多蚂蚁。好。你看，蚂蚁它会，蚂蚁会跟在它屁股后面。哦，原来你们觉得农箱最大的问题是蚂蚁和虫哦。你们觉得小农夫觉得农箱最大的问题是蚂蚁和虫？对，没有，我们再写下一个。哦，好，好，没有，主任他开始下定论哈。这位同学说，我们还在写，还在想哈，慢慢想，没关系。好，这个部分你们可以稍微就是想一下，慢慢写哈，慢慢想。好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没有。好，你们写了几个最不喜欢？最不喜欢有蚂蚁。好吗？那贴上去啊。你们都同意他的想法吗？子睿。有蚂蚁。你们也最不喜欢啊？真的哦。好。还有啊，就是。还有。这些很多虫。还有人有想法可以提出来哈，再做投票。很多虫虫。很多虫哈。好。好。好，我看这一组写了。我们这个后面写了两个。最不喜欢是有人破坏农箱，为什么？破坏农箱讨厌。哦，你觉得有人会去破坏农箱，是因为
所以那个什么破损都是他造成的，就对了。嗯，好。所以杰哥，后面写两个。所以杰哥最不喜欢有人去破坏农箱。OK， 哎、欸，你们也是哎、欸，你们觉得你们的小农夫叫什么？忘记了阿伟是不是？不是，好好先生。好好先生，主任老了。主任老了，好好先生觉得有人破坏是最不喜欢的哦。主任已经老了。好，再来你们的最不喜欢什么？有很多白蚁是你觉得那个最不喜欢。他最不喜欢的地方是什么？对，阿伟最不喜欢。阿伟是你们的，对不起，阿伟最不喜欢的地方。好，来你们这一组嘞。对面是很多什么？很多虫哈，很多虫哦。而且蚂蚁。蚂蚁，很多虫。好，那小朋友差不多了哈。来，有没有哪一组还没有找出？我们的杰哥好漂亮。有没有哪一组？哇，这个杰哥已经化妆了哈。好。有没有哪一组还没有找到共识的？都找到了哈，好。来，最后一个任务啊，是讨论这个小农夫啊，他最希望改进的地方是什么？好，可以直接写上去，发表写上去，好，写上去。好，然后这个组内可以稍微讨论一下哈，因为。主任的标题是最希望改变的地方，好，最希望，对，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。我写好几个。好，写了两个，可以投票一下，写两个投票一下，哈。我拿下来，我得了一个很多元的。同意会吗？可以，你要提议吗？对。他最希望拿什么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哦，可以。哦，好，变回原来样子，因为原来还不错嘛，哈，我们农箱其实上一期还不错、嗯、，OK， 可以恢复成。有人写他希望农箱变得美丽又漂亮。有人写希望农箱可以走路。走路？为什么？霍尔的移动城堡吗？这样就不用走过去帮他浇水。哦，好，哎、欸，这个 ID 也不错哦。农箱就拉货。好。好浪费纸哦，我要写农箱。好了哈。这些都是不要。好。最后一分钟，最后一分钟，好，最后一分钟。OK， 你们如果坚持要两个也没有关系。所以你们的结论呢？把农箱换掉。嗯。把农箱换成月桂。好。哦，完成一个大家都不想要的梦想。哇，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这个做得很不错的。好。农箱自己长出零食。好。老师，把龙箱丢掉。可以是一个选项，是一个选项哦。然后再换呢？好，来，我们最后三十秒钟哦。可以哈、哦，好。来，主任要你们做一件事情哈，很重要，注意，注意，我们待会会请小朋友上台前来发表一下，所以有一个事情很重要是，我要请你们把你们的便利贴用手把它粘紧一点，因为不然你拿起来会东掉西掉的哈。哦，那我们待会各组来发表一下，直接在你的座位上站起来，然后对着全班讲就好了哈。哎，我想一下，等一下，不用，对不起，到前面来哈，到前面来哈。那先把便利贴粘好哦，吼，粘好哦，不然会掉哦。然后等上台的时候，上台的时候请全组上台，然后开场牌，开场牌请说，我是杰哥，然后就开始介绍你的内容哦，看到了什么，听到了什么，想到了什么，说什么，最希望什么，最不喜欢什么哈，好，来的哦。来，我数三二一，看哪一组要最先举手哈。三二一，哦好，好这一组好，大家请欢迎哎、欸，小拖油瓶上台，好来拍拍手啊，小拖油瓶，啊，好大家一起来哈。哦，好，小拖油瓶哈，欢迎他们上台，没关系掉了，没关系掉了，没关系。掉了没关系。
正常的，正常的哈，贴一下就好了。好，来。好，放在前面，我把它贴上去。贴上去。怎么贴？来，抱哪？自己倒手。抱哪？我脚好痛。我等一下啊。那个投影机可以帮我关一下吗？好，这场都是你的。说什么想？好，来，开场白是什么？这是你的吗？你配？我是什么？我是小拖油瓶。我是小拖油瓶，我是小拖油瓶。好，好，跟各位介绍一下你们的同理心地图。好，开始。啊，其他同学注意看哦，小拖油瓶。哇嘞！好，要对着大家讲一下。我念一下。啊，对的，对的，对。就大概是这个角度哈，这样讲。好，所以你可以。OK。我是小拖油瓶。子睿来，你帮我压住这边。我们看见了东西都坏了，植物枯了，木板破了，有垃圾，有蚂蚁，好多虫。木板破了，土太少了，太阳能太阳能板坏了。好，对大家讲一下。台下的同学要注意听哦。真要注意听哦，待会换你们哈。杂草，土太少，土干了，还有太阳能板歪了。对，好。好，对的同学说一下，对的同学稍微转过来一点。对对对，就这样讲。好好，每个同学说一个。好，来来来，子睿来。想什么？不是，不是先看好，先听见，先听见。嗯，有杂草，榕香修好的词。后，然后写出文，你要动什么？好，所以下次小朋友写字的时候，有杂草，有杂草。好，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主任想要改变一下方法，我们直接分享他最不喜欢和他最希望的地方，好不好？那其他地方我们留到下一节再来分享。好，那请有没有哪一位小朋友要分享小拖油瓶最不喜欢的地方是什么？很多虫。好，对大家讲一下。有蚂蚁哦。对大家讲。很多虫，还有很多蚂蚁哦。好，那他最希望怎么样？最希望能直接换一个龙虾。啊，对的，大家讲，对大家讲。能直接换一个龙虾，还有把它变回原来的样子，跟自己找出零食。好，那拍拍手哈，好。一个太喜欢了。OK， 好，谢谢我们的小拖油瓶哈，好。这一张我们下一节课会再来讨论哈，来，好，来拿回去。好，拿。好，还有没有哪一组要上来的？我们介绍他最不喜欢，还有最希望。OK。好，我们请这个小拖油瓶的隔壁这一组叫做阿伟。阿伟哈，传说中的阿伟，我们上台讲一下。好，好来。传说中的杰哥，好，每个人都要上台哈，每个人都要上台。手脚盘哦。对对。好，自己上去贴，贴好，好合作哈。好。杰哥，看一下哈，好。好，我们来发表一下你们的开场白是什么？我是阿伟。哦，我是阿伟，然后呢？最不喜欢的龙虾是很多。对的，前面很多白蚁。很多白蚁。希望龙虾把龙虾换掉。那就这样。好。希望把自己换掉，把自己换掉。好，谢谢。你换新的。谢谢我们的。你现在把龙虾换掉，我阿伟。服了你了。好来，把龙虾。好来，换前面这一组哈，来，这一组是谁？好好先生。我们欢迎好好先生上台哈，好好先生。还有一个，都是这样子。好，来，好好先生上台一下。
好好先生来。好。开场白是。我是好好先生。哎，你要先对着前面讲，对着前面讲。好，你可以讲台语啊。好了，讲台语也可以哈，来。我是好好先生。嘿，然后嘞？然后为什么我的话立体啊？我看见了。直接讲最喜欢和最不喜欢。好，最不喜欢有人破坏。谁破坏的？最希望他会走路。最希望他会走路，是不是？好。有人。好，那主任问一下，他会走路的这个是为什么？这样才不会被别人打。不会被别人打坏是吗？对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农箱要怎么样才会走路？安装轮子。安装轮子，好。机器人，轮子 ，AI， 好。这个我们后续的讨论会发展出来哦，说不定他们真的可以发明出一个安装轮子可以走的农箱，我很期待你们这一组哈。好，来，请回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会说话农箱。对，好，来这一组请上台。最后一组是你们了哈。不要再画杰哥了，杰哥快被画上。最后一组请上台。好。好，精灵跟那个。没关系，我们的杰哥等一下也要展示一下哦，他今天有化，他有化妆哦，今天哦，他有化妆哦。杰哥死了。你们看杰哥漂不漂亮？好丑。好，来介绍一下开场白，来到中间来。好，先坐下，等一下先坐下。好，坐下看哈。好，来开场白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没有人敢讲哦。没有，他取的。好、啊，那你取你讲来。你不要害羞啦。杰哥，杰哥今天很漂亮哎，不要害羞。还是我上去帮他们讲。好好，来，同学来，你看人家。杰哥变女。很认同你们的杰哥哎，对啊，你们不用害怕，好来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杰哥。必须要讲好。我是杰哥哈，好。哦好来，最不喜欢有人破坏农箱啊！不要去破坏啊！希望呢，他希望农箱变得美丽又漂亮，可以恢复原本的农箱。对，好，美丽又漂亮，恢复原本的农箱哈。对，为什么要 English？ 因为这个是我们是双语学校的英文。好，谢谢，拍拍手。来，等一下，我先说，你们都没有讲到话，你们要不要来讲一下？不要不要，就是他帮你讲的这个，你要不要讲一下？你讲一下，就是这个，你们的杰哥最不喜欢的是什么？有人破坏农箱。好，然后那他希望怎么样？好，讲一下啊，徐经理要讲啊，来，不要害怕，来，大家安静哦，经理要讲啊，好，来讲。还有嘞？可以恢复成原本的农箱。好，他们这一组啊。希望农箱美丽又漂亮，你看，跟我们的杰哥一样，哦，不容易耶。这个或许是一个，也是一个可以改造的地方，对不对哈？哦，不会，我觉得我蛮喜欢。你要把杰哥送给主任吗？不要，舍不得哎，舍不得送给我。好好，坐好，就是。好，那啊，各位小朋友，我们今天的同理心地图成功，好任务，我们帮杰哥小拖油瓶。阿伟还有好好先生，哦，找到了他们对于农箱的什么一个想法、看法，还有他们的心理，哦。那接下来这些人呢、啊？主任有讲，他就是我们可爱的学弟妹，对不对？我们哦，他很可爱啦，主任很喜欢的、欸、哈、哦。那这些学弟妹接下来就会在我们这个班级的团队的努力下，我们要完成这个学弟妹心里想的愿望。好，那至于要怎么做呢？我们在下一节课会做更深入的讨论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这节课到这边结束。好，可是现在是上课开始，是。所以说上课还有很多的东西要做。哦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时间还给老师。来，小朋友拍拍手，谢谢自己哈、哦，感谢自己。好，谢谢。好 ，OK。